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舍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苦瓜排骨汤的做法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清热去火又好喝。排骨汤就做好了，这样做的排骨汤汤浓肉香，味道非常的鲜美，做法简单，营养又好喝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清热解暑汤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